你好，我是爱丽丝，让我们开始吧。哦，还不适应吗？那请跟随视觉内的引导进行操作。请根据提示前往目标地点。对的，就是这里。接下来，请校准一下射击系统，反馈正常。在训练中击败敌方能获得名为光子。正好，现在来试试终端购买功能。不大明白吗？好了，以前方的测试机器人为目标，请尝试投掷。可以，做得不错。正如刚才的时机，敌方密集行动时使用手雷的效益最高。不过，有时为了风，基础的都教得差不多了。再来看看快速购买的方法。有足够的光子时，终端会使用肾上腺素完成后，可以加速对伤势的自我修复，快速恢复生命。干得漂亮！没想到你还挺熟练的。不过实际中的战况难料，常备三种或以上不同的装备搭配颇为常见。请跟随指引，尝试更换一下自己的配装。另一方面，副武器的材质一般多为上等。正确的姿势。要注意的是，主武器格挡成功也有利于副武器充能。趁现在，看到了吗？比起第一把副武器，这主武器要注意，不同类别的武器有不同的开火方式。比如狙击枪可以使用高倍率瞄准镜，这次就先只试试狙击枪吧。恭喜你，模拟训练就到此结束了。后续还有不明白的，可以再预约该设备进行模拟，将未来把握在手中。正在患难，等等我！正在患难，等等我！正在换弹。
吧，都倒下了。要不我们换个战术？